没有，我们就三个。啊，好漂亮！有点危险。还有宿舍部，等一下有宿舍。那我还有体重记录表，记录我的。哎，这有体重机。哦，我也有体重机，我自己带了一个。哎，有杯子，我的杯子上次丢了。哎呀，早知道我就不买杯子了。是我的杯子。这个杯子好酷啊！哦、这个是礼物吗？可以打开吗？看一下。那我开了。你们都睡下铺是不是？嗯，我研究一下，我是睡马来公。这是什么？口袋补光镜。什么东西？口袋补光镜。是哦，拍照的是吧？看一下。怎么用啊？为什么我这里面是放在这个洞里面的吗？对。这个洞里面是空的。啊，本子。哦，在这里。哇、哦，还有点可爱，它是专门镜是什么意思啊，哥哥？美光镜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就是刚来是会亮的，就有礼物，而且上面印了101。哇，真的太夸张了，这个节目组太夸张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改了一个酒店不说。哎，你看，还有护肤品，就行了。你比较好看，你就做护肤品。哎，这是这个是给我们用的吗？面膜。哎，这是眼膜哎。哇，有宿舍公约，来看一下。那我们这每个人的有六条，哦，这个是可以开灯的。对，就是可以补光。还有牙膏，有六条宿舍公约，我们先看一下。保持宿舍卫生，所有个人物品摆放整齐。自带食物和外卖，请统一用餐。禁止虐待宿舍公共用品，如抱枕、花朵、台灯等。Yeah.